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豆豆，我是新西兰华人魔术师。今天呢，我会带来一个很特别的表演。最近我们知道有一块牛奶都非常非常的火。好的，我这里有100块钱，我要怎么做呢？仔细看，拿出一根火柴，燃烧它，燃烧它。你会看到变成了一根吸管，当然我们需要吸管，当然需要饮料了。饮料我这已经准备好了，一杯牛奶。仔细看这个牛奶，非常的 fresh， 毕竟这是新西兰的很新鲜的牛奶。当然了，除了牛奶，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奥利奥，牛奶配奥利奥，蘸一蘸，舔一舔。好的，仔细看哦。奥利奥，好。大家知道，最近很多人都在做那种巧克力的牛奶，怎么制作啊？我今天也有一个方法来制作巧克力的牛奶。你需要一款这个巧，当然是需要一个巧克力牛奶的地方，然后倒在这个杯子里面，满满的一杯。然后呢，这有还有三个小杯子，也分别的倒在里面。发现它慢慢的增多了，然后再倒在另外一杯。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最后再倒到这个最大的杯子里面。好，当然最后变成一个大杯，也能把它变回去4个小杯。然后最后一个小杯子，这样的话每天你只要买一瓶牛奶，你就可以无限的喝，你想喝多少杯都可以喝多少杯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魔术师豆豆，如果想看我变更多魔术的话，可以点击我的网站。记得小时候自己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，后来自己学会了魔术，开始愿意和不同人开始沟通，从而知道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。当我把魔术神奇带给大家的同时，我也把快乐带给了大家。当观众回馈给我惊讶以及喜悦的表情，也让我觉得学魔术是有意义。谢谢大家有机会看我的魔术，以后我会把更多的魔术分享给大家，并且带给大家快乐。谢谢大家。